潮大爆满，想买美食，每个摊位前都有排队人潮。其他商圈夜市买气同样爆棚，吃的喝的都得花上一些时间耐心等待。刺激消费力的就是民众手上拿的商圈夜市优惠券。那在去年呢，也有参加五月天的展会内，其实也都有拿到。啊，我来自金门，也感受到高雄热情。我们夜市的人潮还有营业额都提升至少三成以上。经济有进步啦，有好啦。有好康的，大家买的开心，摊商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高雄市府瞄准演唱会商机，推出优惠券，酷玩魅力加成之下，以六合夜市来说，整体营收至少成长三成。台湾一点钟就收差不多三四十张啊，一张吼拢做个。这个差不多三四点到收了。英国天团 Coldplay 降临港都开唱，宛如不夜城，歌迷朋友嗨起来。散场时，捷运挤得水泄不通，堪比跨年晚会。高捷统计，十一号这一天单日运量超过29万，而这个人数超越三月十八号这一天 Blackpink 来台开唱时的25.6万运量，刷新今年的运量纪录。可见天团魅力无法挡，让港都业者开心大赚，酷玩商机。华视新闻消息，林玉哲高雄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